茶杯犬寿命。何涛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骨科疾病专科医生。通常情况下，茶杯犬的普遍寿命在10到15年之间，但是由于体型小，饲养难度大，并且先天性体格娇弱，免疫抵抗力低，消化功能差，患病率也远超于其他类型的狗狗，需要主人细心照顾，再加上主人的饲养不科学，例如吃的过程会导致消化不良，容易腹泻和呕吐，或吃的过少导致营养不良，低血糖严重则会休克等，都会使茶杯犬的寿命低于平均的寿命水平。想要提高茶杯犬的寿命，我们就需要做好茶杯犬的日常护理以及预防保健措施。饮食方面，少量多餐，以优质狗粮为主，增强营养可以喂食营养膏、羊奶粉等，肠道的调理和养护等，并且定期接种疫苗和体内外驱虫，可以间接的延长茶杯犬的寿命。